你好，这个选民都认为啊，你是个稳当选的议员，你个人的想法和请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好，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民众对我有很高度的肯定。我相信做得好是民众给我肯定的主因，但是选举是需要选票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因为我做得好肯定我，把选票给我，千万不要分配掉了，否则的话会产生危机的。这样子哈，好，所以说还是要选民，好，不要轻忽，要支持你就对了啊。是的，我们还是要有危机意识，要选票集中来支持一个做得好的市议员，而不是来分票的人。好，谢谢议员给我们做的专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